非常谢谢三首歌曲四季红。我们知道新庄地区最悠久校史最悠久就是我们新庄国小，创校已经超过了110周年。但是我们的新庄国小的弦乐团是一个非常年轻有朝气的乐团，我们成立在2004年的十月，在现任校长吴顺和校长大力推动支持下，从2年级就开始招收小朋友对音乐有兴趣的，然后成立了第一届的弦乐团，并且聘请国内外音乐系所有非常棒的师资担任。